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沙田豪宅的 Sammy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御龙山实用面积超过2000一尺的复式单位。如果这段时间你是居家抗疫的话，这个单位真的很适合你的。复式的下层是一个饭厅，隔离这个客厅的长度都接近成30尺的，由露台望出去是一个正南的方向。今次介绍的这个复式单位，其中一个卖点就是沙田的马场景，连接着一个向东的吐露港海，再加270度的城门河景，蓝天白云看出去真的成幅画那样的。话明是特色单位，当然是有私家泳池的啦。现在天气这么热，一家大小在自己私家泳池玩下水就最开心啦。单位的另外一个卖点呢，就是业主是保留了发展商一手的所有装修的，单位是收楼以来从来都没有人住过的。那我们现在上复式的上层看一看这个四房双套的单位啊。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四房双套的主人套房先，浴室是保养得非常之好的。咁再嚟望一望啦，主人房咧其实都好阔落，而且景观系非常之开扬。最重要咧，佢自己都有一个私人嘅平台，咁空气流通咧都好重要噶。特色单位咧设有一个过千尺嘅天台嘅，咁如果中意晒太阳嘅朋友，或者中意做运动嘅朋友咧，咁呢个天台应该咧系好啱你心水嘅。除咗佢向南系特别通爽之外咧，个景观咧我谂你真系望极都唔厌嘅。屋苑咧係設有多項嘅會所設施嘅，咁其中咧連餐飲都有嘅，咁跟住咧就仲有一啲閱讀室啦，同埋有好多俾人休息嘅地方，可以睇下雜誌啊，有一啲好寧靜嘅空間。最靚咧就係呢個羅馬式嘅泳池，望下個景，散步嘅地方都好多噶。而且咧，我哋最重要就係交通方便，香港人都係爭分奪秒噶嘛。如果你都好想了解下呢个楼盘嘅话咧，欢迎你随时打电话俾我噶，多谢你啊！